续转动。我们又来到高雄了，这个有没有吓到？自己吓到你，自己知道有那个爆破还是会吓到。尤其是前面的朋友们，可能就是这个心脏要非常的强壮。那因为这个不晓得有没有说过，跟导演有说过了，就是有讨论过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？因为没有小声，因为真的很吓，这个很吓人。然后很大声，每次我们一演唱的时候自己都会吓到，那很害怕这个台下的朋友们，然后就跟导演这个讨论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，他说不行，气势一定要有气势，所以就很大声。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无爱的错爱的尘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我为你蹉跎潇洒几个字，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无爱的错爱的尘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泣。